在台北北车要出发环岛。欢迎来宜兰，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。昨天快冷死了，一开始我说哦，我要去温泉，温泉很温暖什么的，然后发现外面太冷，我穿着我所有的衣服，对，受不了，所以我找了很贵的饭店，啊。没办法，上面也有温泉，还有他们有很多步道，你可以走一走，这边不错，但是有点贵。出发咯。晚早餐刚好太阳出来了，今天的目的是找温泉，自然的。我想泡一下。一开始走，我说啊，我找不到，这个水太冷。然后我看我的右边，找到了。所以我发现一个问题，让冷水进来之后，那个水没办法混在一起，所以你看现在在烧我，然后下面太冷，所以我现在受不了。不太确定怎么念，但是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地方。我们到宜山，现在下雨。我刚从那条路经过，然后发现有很厉害的，你们自我介绍。啊，我是吴一中。啊，我是今年刚从大陆回来的啊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台湾这个工作啊，我希望说我跟我同事大家合作愉快。轮到你。嗨，我叫 Kavas， 哎，我的母语叫 Kavas， 哎，我这边混了一段时间，哎，玩了太多年了吧，不少奔波，好，谢谢。很害羞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叫马耀，我是花莲人，瑞穗的。啊，有空来这边玩泛舟。哎，泛舟。哎，一定会来这边。谢谢你们。OK。啊，这样。出来。北溪 Peak。嗯。Very cold， 后面也看不到，没有什么人。嗨，鲁哥。等一下要骑到埔里，现在是9点，我泡温泉泡2个小时多，呵呵，很舒服。我们到埔里，很酷。好，要找民宿，我好累，
现在是快11点，环岛第三天，在普里，刚刚在那边住，等一下要出发，应该要骑到台中，哦，往台中。在嘉义，但是嘉义没有特别想看的东西，所以我会就是下去到台南。在台南我睡了12个小时，真的很累，但是我不要留在台南很久，我要马上去屏东，然后从屏东到，如果有事情的话，我要骑到台东，说不定啊，对，所以我在海边旁边的时候会拍这边，我就这边附近背包客栈，谢谢台南，我要走。找到台湾的沙漠，可是没办法进去。这台摩托车不行。
套，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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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套，好夸张。烫死了，你看烘烘的，天哪，那个温泉太烫，你看有两个颜色，有白色有红色，我想看看那两个。我刚刚问一个当地人，他说那边被封闭是因为有一天一个人在这边还是旁边只是走一走，然后一个石头掉下来撞到那个人，所以政府决定封闭。这个还好，不太热，里面比较好看吧。反正找到我最喜欢的温泉。